小樂獻出螢幕初吻，甜讚鍾瑶嘴巴很软。小樂与鍾瑶大谈子弟恋，图 3D 提供，2018万0307。钟瑶演出自的时代获得不少掌声，有观众认为钟瑶的气质与大陆女星汤唯相似，都是有个人风格又耐看型的女演员。本周剧情进展到三妹子都有新的开始，其中钟瑶与吴思贤、小樂这对子弟恋终于有最新进展，钟瑶一把抓住小樂直接亲吻下去，完全展现出子敢爱敢恨的态度。小樂为了子的时代献出荧幕初吻，但他笑说很 enjoy， 不会尴尬。并透露钟瑶在开拍前对他说，我吻过无数，你就放心把自己交给我，让小樂轻松不少。拍摄当天钟瑶与小樂都准备漱口水，小樂则笑说我们都很有礼貌的。小樂獻出螢幕初吻，图 3D 提供，2018万0307。由于有非常多的角度镜头要拍摄，所以一拍就花了三个多小时。钟瑶表示小樂很懂得配合，笑说这是一种默契，所以亲起来可以很投入哦。小樂则说虽然这场戏是钟瑶先亲他，但他后来豁出去搂住钟瑶狂亲。子弟俩不约而同给对方的吻技打了8分，小樂还意犹未尽地说钟瑶嘴巴很软。但希望下次钟瑶不要擦口红，因为嘴唇都是口红的味道，直呼都快肿起来了。小樂与鍾瑶大谈子弟恋，图 3D 提供，2018万0307。